搬女老板家住的第三天，他爸就找家里来了。啊，姐，好让人敲门，啊，你醒醒。嗯，别乱动，我还没睡醒呢。啊，姐，好像真有人敲门。可能是外卖或者快递吧，你不用管他。月亮，起来没有啊？姐，好像是你爸来了。来就来呗。喂，爸，你咋来了？我找你有点事儿，我进来了啊。哎，等等，别，我没穿衣服。那你快点吧，我在客厅等你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这咋整啊？我走窗户吧。我。哎，你疯了？这14楼。哎，没。我去，这么高。姐，那咋办呢？哎呀，出来，我昨天我给你讲故事，我又睡着了。是不是抱着我比较踏实？姐，你这会儿还有心思开玩笑呢？不是，那咋办呢？这，要不我藏柜子里吧？你藏什么呀？我爸又不是不认识你，你跟我出去呗。不是姐，咱俩在一个房间出去，那董事长肯定得多想。多想什么？都成年人了，还不让我谈男朋友啊？不是，这主要我也不认识他们啊。早晚是，走，跟我出去。这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提前打个电话？我怎么来了？你俩的事儿现在在公司里都传疯了，啊，就我不知道。我再不来，你都让这小子拐跑了。你别跟审犯人似的。王小帅，我让你给我女儿当助理，你就是这么当的吗？我，董事长，我跟小美姐，我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就是误会。误会，你俩都睡一个屋了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哎，我……哎呀，爸，我是成年人了，我的事儿你能不能别管？你谈恋爱我可以不管，但是你要找个差不多的吧。就这小子，他能配上你吗？我就喜欢他。董事长，您说的对，我确实配不上小薇姐。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啊。我问你。你家里父母是干嘛的？我爸就是普通工人，我妈是家庭主妇。家里几口人？我家就我一个孩子。哎呀，你整得像查户口似的。我们家也就小美一个，我的家业将来也都是她的，这一点想必你应该很清楚吧？我清楚，就我董事长，我并不是在乎这个。你在不在乎我不管。你俩谈恋爱我可以不管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别太过分了吧。王小帅，你答不答应？董事长，您有什么要求您说吧。条件也很简单，你入赘到我们家做上门女婿。这瞎说什么呢？你要知道我是在保护你。王小帅，你接受吗？我，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接受不了。接受不了？接受不了，你现在就可以滚了。爸，哎，小帅，小美，你给我回来。